欢迎你回到新闻现场。集美女中拔河队参加2012苏格兰世界杯室内拔河锦标赛，夺得冠军。台北市长郝龙斌今天特地设宴款待集美女中拔河队成员，也为五月份即将在瑞士的比赛加油打气，期许他们再创佳绩。一进场，听到集美女中学生们的活力问候，郝市长笑得开怀。郝龙斌开心提到出赛前受期时的心情，除了满满的信心，也充满不舍。每一次我见到大家，甚至跟大家握手的时候，我心里都有非常大的感动。当握大家的手，就知道大家付出多少的牺牲，付出多少的努力啊！因为每一个的手都长满了茧。秀出长满厚茧的双手，阳光般笑容的背后是辛苦汗水累积出的荣耀。一开始会觉得这些茧是负担，可是后来都觉得这些茧是很有意义。我是对自己讲，是尽力就好，尽全力。一起举杯庆祝2012年苏格兰世界杯室内拔河锦标赛夺冠，也期许五月和九月在瑞士未来的比赛能够继续拔出好成绩，为台湾争光。新唐亚太电视曾一豪、李珍，台湾台北采访报道。